他们就是肤浅的朋友啊。开始有点迷失我自己。你们可不可以放下？我回答完一次就好了。陈林九被问情商，竟想出家。午间情超失利，只顾发 IG。大家好，我哋系 Wolfface 吴建庆。人气团体午间情一连两天在香港举办演唱会，肌肉的部分也福利大放送。今天来觉得我已经心情很重。我为什么可能会再穿回去，再看台上台下的反应怎么样？然后一讲完，我说我已经脱了，我已经脱了，然后赶紧过去看，哇，奶满到射了。他一直在撇，人家看我奶团。我就把视线放在他的肩，就忘了画面了，是不是？我认为我的画面太荒谬了。那你们自己有？真的没有买，慢速，没有买，真的。你刚才放空吗？我现在放空是蛮合理的吧？去表自己看哦，长得还差一点。你就先解决啊！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那我们先吃饭，那我们先聊一下，先聊。我要摸文了。现在心情怎么样啊？自己老公吵，你要叫你再捏我。现在就是在专注在我自己身上，就是我自己的，对，就我自己的意识上。意识，意识。没有，最近在看一本书，然后是国阳哥。哎，他。我要破 IG 的，我要破 IG， 我要跟金国互动。我从这两年就是开始有点迷失我自己。你们可不可以放下？我回答完一次就好了，做好了吗？都好了吗？就是感情比较隐私，是是是，他有一些，他是有一些对，一些网友，因为我们就是好朋友这样，因为就我这两年有一点，我是觉得工作有点太累，然后我觉得都没有时间有自己的空间跟时间，然后好好的去。休息什么？一个人好，专注在我自己这个人身上，然后搞清楚我要的是什么。这几年我在工作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我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在忙，也不可能有一天再复合的可能性。这个我真的没办法给各位答案的。那他们没有，他们就是肤浅的朋友啊。没有，没有，他说我们是肤浅的朋友。没有开玩笑，没有，他们四个是真的在我很多低潮的时候陪着我。能够出家，不会吧？对，我还真的有想过。那我想一想，觉得还是算了。就是，就是说我把我的手机关掉两个月，然后我去山上看看这样子。可以的，那你要让关心人知道，还你还活着。我就再开一个那个 YouTube 的账号，然后记录我出家的生活。你那已经是 YouTuber 了。OK， 播了。哎呀，好快哦！播了，等一下我。没有，太多了。播十张 ，IG 可不可以播十张啊？没有，三千分开啦，太贵了。还跟拍流量的是不知道。你刚跟台上说五月你会，对，你要来香港，对，一个人。喂，在访问呐？对呀，对。